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四二七页第五行开始。我们先把经文念几句。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为圣之力，巍巍如是。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研读这一段，是把前面讲的那个七种灾难，观世音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就是救苦救难的。前面七种灾难讲完之后啊，刚才念的这是一个劫啊，这个一个劫叹的意思，这个赞叹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七种灾难怎么会发生的？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够蒙受菩萨来救济，这个其中这个理论，这就是道理在哪里？过去我们老师啊，就学了老人，先把这个七种灾难的这个来源找明白了，然后再讲念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够得到菩萨来救济。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是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其中这个道理啊，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研究。雪路老人讲这个七种灾难的来源的时候，他老人家特别说明这七种灾难是结了果啊，是果报啊。果报它必然有是我们众生造的原因，由因呢就会结果的。那么这个当中造的因呢，希望它不结果啊，那就中间这个缘很重要。这个缘呢，把它懂得这个道理啊，叫这个因呢，跟那个缘呢，不要合起来，因为由因在遇到这个缘的话，必然有结果。那这个老人家先这样说清楚。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啊，种因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当中的缘他也不知道，结了果才知道感觉苦痛苦了，受着各种灾难，那就感觉苦了。但是这个苦已经结了果，这有什么用呢？那没办法，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了。所以讲这个七种灾难的时候，学了老人说啊，这七种灾难只是把它简化了，做代表而已啊。
我们这个众生在无始劫以来就造业了，造业就是种下这个因呐、啊，不知道有多少。那么这样算起来，凡造的业遇到这个它的缘，就结果。这样看起来呀、啊，我们到世间来受这个苦难、那个灾害呀、啊，其实是七种啊。说起来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不学佛的人，尤其是没有学《法华经》的人，不懂啊。他过去造的业有了因了，现在受苦，受苦报。现在受苦报的时候，他还是继续造业，所以众生在这个这个三界之内啊，六道中这个生死轮回永久不断呐、啊，这是一个我们研究在研究普门品的时候，必得了解这一个道理啊。像这个七种灾难，这七种灾难呢，是因为我们众生有这个心中啊，有七种灾难的种子，这个种子在这个第八识里面，含藏在第八识里面呢。这个七种种子，这个没有发生灾难的时候，它就潜伏在这个第八识里面的，它是种子。种子起现行的时候，就是造业受报，灾难就从这里发生的。那么这个七种灾难呢，就是有哪这个七种呢？内在的火、水、风，还有这个地，还有这个空、湿，还有这个剑呢。这个第八识的见分的见，这就七大种。这个七大种啊，讲起来就在五蕴可以包含了。五蕴包含我们众生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色蕴就是那个一些的是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包括空都在内啊。受想行识是这个另外的四蕴，包括在这个见与识。那么以后去七大种。这七大种怎么来源的呢？那就是要研究那个马明菩萨那个起心论。我们那个众生这个身体以及我们的心理，这就是我们众生每个人的那个生命的现象。这个生命就是啊，这个生理和心理是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
生理和心理合在一起的这些五蕴呢、啊、五蕴是那么它这个色蕴是色法，就是纯粹就我们身体来讲的。受想行识是心法，是我们心理这方面来讲的。这个生理和心理啊，就是我们凡夫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就是身心合一的这个五蕴之身。那么这个五蕴之身就是要研究马明菩萨大乘起心论呢、啊、才能够说得明白。马明菩萨大乘起心论呢、啊、他把我们这个众生呢、啊、跟诸佛所共有的那个真如本性、啊、这个真如本性，成佛的人有这个真如本性，那叫做法界，一真法界。我们众生啊，现在虽然是在这个六道之内生死轮回啊，但是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呢，跟诸佛的真如本性没有两样。诸佛的真如本性跟我们呢这个生死轮回的凡夫众生的真如本性呢完全一样的。即使完全一样的时候啊，那么就研究了这个真如本性啊，这个怎么样的变成了我们凡夫众生啊，这样有生有死，而且生死不断，啊，诸佛原来也是跟我们凡夫众生一样啊，也是这个生死不能了的。他修道修成功了，他成了佛，成了佛以后，他所证到的那个真如本性跟我们现在没有证到的真如本性完全一致。那么这个道理啊，马明菩萨根据那些大的经典，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啊，《圆觉》，还有《净明》，《净明》就是。哦，维摩诘，维摩诘经，根据这些大经大论里面，把它造了一部论啊，这叫起心论呐、啊，啊，起心论就是叫我们这个启发我们呢、啊，相信自己有这个真如本性，相信自己有真如本性的话，那么这个真如本性呢？这是真空妙有。一方面你看看这个真空，这个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在哪里啊？它是真空，既是真空呢，那就跟这个虚空有什么不同啊？它不像这个虚空，它有妙有，空与有是一体的。马明菩萨根据这些大经这些经典呢、啊、来造这个论呢、啊、他就是把在无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啊，他就分出了一个是这个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这个真如门这边呢，没有言语文字可以说明的。在生灭门这方面，他就解释了有
最初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就是对于自己的真如不能觉悟。所谓不觉悟啊，就是不了解自己有这个真如，这个真如就是佛，就是这个修成佛的那个佛，也就是法身。不了解这个真如啊，那么就是用这个生灭这个现这个现象来讲，生灭门就是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有了无明起来啊，它就变成生灭法了。这就是三系最初的就是有不觉，不能觉悟自己有本性，才起了无明。无明之后啊，三个现象是那三系相。所谓三系相呢，业转现，业是什么？业就动啊。无明这个一起来的时候，最初不就起了无明啊，无明一起来就动，动就是业相。所谓业的时候，办任何事情有什么有行动啊，那就业啊。那么无明一起来是不觉悟，它就动，这就动，这个动要继续再动，它就转。那么一转呢，就是它就是那有分别了，就能到见到能见相了，能见相再一转的话就是境界相了。所以业转现呢，三个细相就是从这个不觉出来的。这个三细相啊，在本性里面着不着开始啊，也就看不到那个终了的时候，一众生生死不断。这个在这个麻明菩萨讲那个两种啊，一个是真如，一个是生灭了。生灭这方面就是染无的染这一边，真如的这个是啊，就是净这一边。净就是我们净土宗的讲那个净啊，净是纯粹的这个这个本性啊。我们众生既然无世界以来就是无染的，那个无染的跟那个清净呢就合在一起啊。那么现在要学佛了，要问呢，学成佛以后啊，是不是还这个染的部分还有呢？这个不能够这样说。成佛他怎么成的呀？就是把无始以来那个染污的那个那一部分呢，把它这个破除掉，把它淘汰掉了。淘汰了一分，就见到一分的法身，就证到一分这个本性。把那个染污的全部把它除干净了，那就成佛啊。既然成佛，就不会再污染了。这是成佛，不要怀疑。成佛之后啊，那个过去在那个楞严经里面也问过的了。现在是大家都是在这个迷惑颠倒的这个时候，
有生子，成佛以后呢，像那个山河大地，是不是还有现在跟现在这样的山河大地啊？成佛之后就不会了。成佛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山河大地有天灾，有种种的灾难。成佛之后，这个山河大地跟这个成佛的人一样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都变成大圆尽智了，不会再有污染了。那这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把这个染污的这一部分去掉。什么是染污呢？那就在这个三习六粗里面的啊，才讲得清楚。那么这个三习相，我们再更清楚的了解，一个是业相就动啊，无名为因生三习啊，开始无名，不觉就无名，无名就是开始动，这就业相，一动就不能止住，止就继续的动，那就是现象，现出来啊，自己能够见到了，能见相，这个呢一般叫能见相转，那就是在继续动的时候就转变，转变为能见的这个相，再继续转变呢，由能见再变成一个有境界相，有形状了，这就是简单讲业转现，要清楚再详细讲呢，就是业相啊，这个能见相、境界相，由这个境界相啊，再转为六粗相，就是境界为缘长六粗，啊，根据这个境界相啊，然后有执着这个境界相，然后又发展出来六种粗浅的相，六种粗浅相啊，有六个名词，这个也不必一个名词一个名词讲了，这个是为了节省时间，就在这六个粗浅相之中啊，发生了我执法执，我执法执又分为俱生我执、俱生这个俱生我执、分别我执。法执呢有俱生法执、分别法执，这样分的哈，这就造成了有我有法，那么就是这个灾难发生的根源在这里。六头之中，那么中间有这个有我相、有法相啊。有我执法执了啊，我执法执呢，有这个执着，执着我，执着有这个法，这个就有企业相，企业就是造业了，这是企业相六头中这个第五个相啊，企业相以后最后这第六相呢，就业习苦相。最后两项就是企业，就是造业，造业受报，造业受报就是从前面那个我执法执来的。这个三系六粗，就是整个说起来，起惑造业受报，这个三个这个次序的。这个研究啊，各位你可以明了，我们在这里根据
这个经典根据马明菩萨所造的这个起信论，实际上这里是讲这个怎么样得到念观音菩萨圣号，得到感应呢？怎么样解除这个灾难呢？那么这就是这个基本问题啊，就是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你要解决宇宙的问题，宇宙是从什么时候来的？从哪里才发现宇宙的根源在哪里啊？你找到它的根源，你才能够解决那些天灾呀、啊，那个地震呐、啊，这个那些这个大地那个这个灾难呢、啊，你找到它根本，你才能解决、啊、人生问题，人从哪里来的呀、啊？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科学家、哲学家，还有那些文学家。文学家写文章，只是一发出感叹而已，无可奈何，找不出这个原因在哪里呀、啊？他当然没有办法解决。科学家、哲学家，他虽然在追求，啊，追求这个天呐、啊，怎么来的？是由这个爆炸来的呢，还是那个从微细的地方来？研究了微分子，那个分子研究到最后，它子当中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子孙孙的，它研究不了。那个研究天文呢、啊，你发现那个太虚空里边那个星球啊，多的数不清的啊，这个是一言以蔽之。你实际上这些学说啊，你怎么样找也找不到它的本来的面目，也找不到的。在这里你看，简简单单的说清楚了，说清楚，不但说清楚啊，既然把它来源弄清楚了，那你就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众生自己本身，啊，这个生死不断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么，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众生本身呢，就有这个七种灾难的种子。这七种灾难的种子啊，《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地水火风加上这个空，再加上剑，再加上石，一共七大种。七大种就是这个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个七大种种子啊，外边境界一引诱的时候，七大种起现行啊，就是发生灾难了。发生灾难的时候，在这里啊，这个经文里面叫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就可以能够这个把这个灾难能够解除。我们讲一般人这个心中啊有染污的部分，有清净的这一部分，这是研究这个佛法这个理是这样分开来讲。那么实际上呢，染污的与清净的这两份呢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呢，普通人呢，他有时候善心起来了，
善心起来就是精的一部分起作用，有时候这个恶的罪恶心起来了，就是染污的这一部分起来了，那就是说、啊、这个就是灾难会起来的。那么这是普通的这个那个善恶的，就是善恶业了啊，善业起来可以这个那个灾难呢可以免，恶业起来灾难就发生。但是这种啊，一般人不修佛的人呢，他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转，他不知道啊，因缘果全部不知道啊，所以偶然的啊善行起来了，这个都是不知不觉的在那里转变的。现在呢，我们学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了，我们知道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在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啊，灾难来的时候，一方面觉得这个灾难呢会让非常可怕的，如果不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话，不知道念念菩萨名号的话，那自己还是没办法的。在这时候知道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话，马上念观音菩萨名号。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一方面内在的善心起来了，一方面就是观音菩萨这个圣号，观音菩萨圣号啊，名号就代表观世音菩萨万德万能的这个观音菩萨本人，这样是两种力量加起来，可以把这个灾难把它除掉。那么这个刚才讲那个善心呢，善心就是这个《白法明门论》里边叫这个十种善，十一个善法，十一个善法讲到深处都是从本心起的作用。就拿第一个性字来讲，心就是从就是本性起来的，它就是本性。所以讲这个普通讲这个一个人的凡夫众生呢，他一起善心的时候啊，了解这个道理啊，就是他的理性，理性就是本性的，他理性起了作用。但是这个理性虽然是你自己的理性起作用啊，是自力，自己的这一份力量，没有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那个单独的自力啊，力量薄弱，必得加上观世音菩萨名号，叫二力法门，这个力量很强，可以除这个灾难。但是呢，灾难虽除了，这不是治本，只能够叫那个发生灾难的种子啊，把它要起现行的时候啊，不让它继续起。在这个时候啊，学了老人提醒我们，所谓种子起现行呢，刚刚起来的时候，刚刚起来的话，那个灾难的力量还小。就在这个时候啊，众生自己那个善心一起来，在念菩萨名号，这个时候啊，
那个灾难刚刚起来，力量还不够，还不够大，可以马上把它灭除掉。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等它起来以后啊，那个灾难已经收了，那后来的没用了，就在那个烧火已经烧起来了，火已经烧起来，你就是请了消防队来把火灭掉了，火灭掉那个房屋已经烧掉了，那就是在火刚刚起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自己的力量加上菩萨的力量把它很快就被灭掉。那么这把这个灾难消除掉啊，那个不是究竟的，因为这个灾难的种子还在那里，要根本的办法把这个种子啊完全把它消除掉。比如说完全消除掉啊，消除一部分你就证到了法身了，那就是那世间这些灾难呢就可以免了。但是这个灾难呢是代表性的，只在我们欲界之内的人道众生来讲，这七种灾难把它在这个往深处来讲的话，这个七种灾难呢按照四教来讲，藏通别云各有这个这些灾难，不过他这个意思啊跟这里我们人道众生讲的这个灾难不相同的，所以他那个境界高，我们只要把这个人家的这个七种灾难明了那就不错了。那么要把这个种子消除掉啊，全部消除就是成佛啊，啊，这是根本的办法了。根本办法，我们学佛就是要把这些种子，这个灾难种子消除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研究普门品呢，不是只管的哦，把眼前的可能发生的一些水火风等这些灾难消除就完了，最重要的那个解决生死问题啊，能够了生死啊，灾难种子都消除了，就能了生死，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消除这个种子，你真正是在修成佛啊，那平时就是这个前面这个经文讲，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心称名，一心称名就是跟阿弥陀经里人讲这个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这个支持名号，支持名号成就了就是得到一心不乱，要得一心不乱，在这个之前呢就要一心成名。这里讲一心成观世音菩萨名号，阿弥陀经呢就叫我们一心呢念阿弥陀佛，理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一心成名成观世音菩萨名号，加上我们众生自己的那个善心，那个善心呢十一个善法了，都是众生本有的这个善心呢，它就是本性里面出来的，本性出来这个善心跟菩萨的名号一结合起来，
就得到感应，得到感应，平时有灾难就得到感应，可以这个把这个灾难消除掉啊。那么要消除种子，还是这个办法，自己的善法、善心，跟菩萨的名号结合起来，怎么结合呢？时常的念观音菩萨名号啊，那就不断的在那名号，就能把种子把它灭掉啊。在《阿弥陀经》里面讲，七日一心不乱，真正念的好，有的是一天就能得一心不乱，有的两天三天，最多七天，七天一心之名啊，就能这个正果，正到这个把那个见思惑就把它断除掉，这还是初学呢。进一步啊，比如说到极乐世界，那还是要继续念佛啊，把那个这个尘沙或无明啊，在极乐世界很快就断除掉了。这里呢，平常记得有事情的时候就做事情，有空闲的时候就念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他就能够把这种子啊灭掉。那么其实这样，我们大家一想啊，这是西鲁老人有提醒我们了。那这样我们大家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了，不要念佛了。他老人家一说，这个不要这个想法。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他是代表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教我们净土法门呐、啊，教我们发愿到极乐世界去啊。他的任务是代替阿弥陀佛到这个世间来教我们学净土宗啊，要发愿要往生啊。因此我们早晚功课的时候，你如果是没有时间念经，那就当然你就个人自己把时间计算好了，你就念佛就行了。如果有时间念经的话，诵经你就诵阿弥陀经。那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者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名号，平常可以啊，用在平常啊，用在平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跟念阿弥陀佛名号是同样的功德。所以学佛的老人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因为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名号有这么大的功德了，放弃了念阿弥陀佛了，那不可以放弃。早晚功课还是能够有时间念经的话，还是念那个阿弥陀经。这个不论是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都要注重一心，一心之名。这个一心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讲那个是一个善法，一心就是不要其他这个杂念，没有其他的杂念呢，是一个善法就会出现的起来。一有杂念的时候啊，那个善心就是那些善法了，被杂染了，不纯。这个要想跟菩萨、跟佛来相应呢，那就是打了折扣了，不能完全相应的。所以这个一心要成名啊，
一心之名注意就是说，就在就是在持名的时候，心里只有一句名号，甚至也不要想起来我这个善心起来没有啊，也不要这个念头，起了这个念头啊，那就杂念起来了。持这个观世音菩萨，心中就是一心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名号上面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心就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上面啊，这就不是就没有杂念进来，不但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你就是念阿弥陀经也是这样啊。念阿弥陀经的时候，从开始如是我闻的一个字一个字啊，你心就在这个念到哪一个字哪一句，心就在哪一字哪一句上面，不要跑掉了，这就是一心。如果在念这个念诵阿弥陀经的时候啊，口里在念的时候啊，心里跑到别处了，不管心里跑到哪里，跑到好的地方，跑到不好的地方，都是心就散乱了。所以念诵阿弥陀经也是这样啊，要一心在那，在这个诵这个经典呢。所以无论持名，无论是诵经，都要注重在一心。我们现在看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就教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为甚之力，巍巍如是啊！”佛说：“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大菩萨，那么他的巍甚之力啊，他的威德。”这种神通，这种力量啊，巍巍如是啊。巍这个字是形声字，山是个形状，下面那个巍是注音符号，是声音，是巍巍。从上面那个山字来讲，那高山呢、啊？山很高啊，人人都看得见，咱们高大的山可以看得见，所以祖师就讲，就注解了：“巍巍者是高显也，高高就是山，高山的高，显就是明显的显。什么叫高显呢？观世音菩萨。”来救苦救难的这个功德，他的功高啊，超过九界呀、啊，十法界，除了佛界，九界的众生，他的功劳啊，超过了，超过九界的这个众生。这个贤呢，他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啊，显三途。三途大家知道啊，这是这个有四途嘛，凡圣同居途、方便有余途、十宝庄严途，超过三这个，彰显三途，这叫高显。这是因为在经文里面讲，称念观世音菩萨名，称念是用口称念的，这是这个在口业这方面的印记啊。这个讲完了，那么从祖师注解里面呢，功超九界，名彰三途啊。这就不仅只是，救这个世间这个灾难了，
他就可以教众生能够了生死啊，都在这里可以能够持名的话，就能这个解决生死问题。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